出现了一些不良的状况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想我不得不为自己的健康做一点事情，就这样就走进了健身房。假如你不练，它就会肌肉就会退化，脂肪就会出来，身材自然就没了。只有你身体好了，你才少给咱们社会添麻烦，少给咱们的儿女添麻烦，当然也少给自己添麻烦。